オズモアクション。お、お、にえよ、オズモ。お、オズモポケット。这个的 GoPro バージョン。哦。为什么我有韩国的口音？GoPro 版本，我参，因为最近我参展看那个韩国的 YouTuber， 卡贝卡贝卡贝 GoPro， Sony， Let's go， Oh nice， 先坐先坐，在哪里比较好？要喝是什么？哦，牛奶也有。牛奶，等于南瓜牛奶。我常常点的是。基本的嘛。也不喜欢麻辣。番茄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太辣，太 spicy。我不喜欢那个痛痛的那种的、啊。酸辣汤。鸡肉，番茄鸡肉。但是 YouTuber 的话，麻油鸡。哦，真的吗？很多人说麻油鸡最好吃。麻油鸡。我比较喜欢吃这个。南瓜牛奶。然后牛肉。你呢？但是我最喜欢这个。猪肉。嗯。还要盐吗 ？Number。五号。对，这个公好看，这样，耶、yeah, ，monitor 比较高，它的是没有 monitor 的 ，Bluetooth 需要多少钱？一样一样，差不多过贵一样。这个呢？比这个？差不多一样，12000，我买的是。哦，すごい、ルーローファン、多少？凉面的那个后代的那种可以吃，可以可以看。这里的凉面真的好好吃，这不错。去年的时候应该来过20次而已，20次以上，因为为了吃凉面。谢谢。Spicy, light. 画面比较大，所以好看。嗯，对，我做 no pocket taste 看不到。卤肉饭，不是卤肉，卤鸡饭。卤鸡饭？卤鸡饭不是卤鸡饭。啊，这样子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 pocket， 是用的。哎，我这么 pocket 的，可爱，很巧的。来了来了啊！欢姐姐了，谢谢。帮你开一下，谢谢。然后就可以转。耶、yeah, ，这个很方便。真的银变是应该是比较大一点吧？嗯。可能是这里。OK。最新放的凉面。哇。韩国美女朋友，试试看哦。嗯。맛있어吗？맛있어？맛있겠다。还是很不错。
我最近开始喜欢冬瓜，本来不喜欢，有点甜的，太甜了，已经不太懂这个味道。嗯，我也是来台湾的时候就不喜欢，就是这种。嗯，觉得怎么说，夏天的时候喝这个感觉就蛮舒服。冬瓜茶，冬瓜茶出来了，冬瓜。两个哥们了。我可能不知道要怎么用。我解决他的问题。我怎么 pocket？ 有一点 difficult。颜色真的这样吗？嗯。是哦，蛮漂亮。HDR。这个比较。太现实吧，现实，对对，这个比较 Instagram 的感觉啊，但是这个是 HDR mode。五弟桑，好久不见。五弟桑，给他换成马拉过来。哎，怎么了？听起来五弟桑。五弟桑不是五弟桑。罗吉桑。罗吉桑，罗吉桑。第三桑，第三先輩。很久没有，什么先輩啊？为什么？先輩。一年ぶりです。一年前。对。差不多一年多。哦，新的手机。介绍一下。iPhone 不是 iPhone。对。Samsung 啊 ，Galaxy。对。いいな，我也想要买 Galaxy。我第一次买。真的。第一次买那个三星。以前也哇，很漂亮。我以前我一直用那个 Apple 嘛。Apple。是不是很漂亮？这个是 S10。对。哇，外表真的很好看。手机镜头是两个，三个。有，但是比 iPhone 漂亮。是吗？有三个，等一下。哇，哎，宽的，哇、哦、，Video 也是吗？对，还有那个有音乐，有那个不会动的那个 Sport Steady Cam。哦，好像是 Osmo Action、Osmo Pocket 的样子。对对对，可以跑步的那种。哇、哦，颜色也不错。可是我不喜欢前面的 camera。为什么 ？Beauty mode。我觉得拍起来不没那么自然。没喜欢自然的。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，可是我这个颜色不喜欢。啊。好了。是吗？有吗？有。啊。啊，这里也有，这里也有，这么不错。你、yeah. 试试看。嗯。맛있어요？对。好吃吗？好像咖喱汤的感觉，有一点。耶、yeah. 嗯。我朋友说好吃。我很喜欢台湾的火锅。对啊，冬天吃真的很好吃。嗯，夏天吃也很好吃。对，我的是番茄火锅。对，感觉很辣，其实一点点都不辣。